今天早上下大雨了，然后这地里边没啥活，老妈说把萝卜拔了。你这不拔，今天晚上有洞了。拔拔它，把它萝那嘎达没工夫整，晴天再整，萝那嘎达搁啥扇上的。幸亏咱家萝卜就拔晚了，就被冻了。因为这萝卜有一半吧，它都在外边裸露着，就没在土里边。看，一冻它就该糠了。幸亏就，哎，这个挺好拔的，堆这嘎达先。堆着完了，到时候顶上搁啥玩意，扇上点，轻有功夫把它切吧切吧，就瞎跳了。大的小小的就把它腌上，嗯，像幸亏似的腌萝卜咸的。后边那小菜都搁塑料布盖上了，今天晚上零下30度呢。红的好好，绿的也行。大的大，小的小，今天这萝卜种厚了，嗯，种厚了。这点萝卜好好，一会儿就薅完。啥样的都有。这萝卜熬点萝卜条汤，包饺子都行。这点玩意儿，这点疙瘩菜好。疙瘩菜，这个就是腌咸菜的。就都搁着呗，晴天天早上再整。晴天一堆整。就这天呢，穿羽绒服都冷啊！我把那个羽绒服都穿上了，那还冷呢。这个两个大。这萝卜，你看这萝卜长的，奇形怪状的。这个绿萝卜脆甜，红的就适合煲汤了，或者是煲饺子啥的。绿的直接吃，一会儿拿屋一个吃。不知道辣不辣呀？不能辣，到时候了。一到这时候，萝卜就变脆了，就会有点甜。这个萝卜王，这个大，也得有3斤。拔呀拔萝卜，冻得嘶嘶哈哈的，在这块拔萝卜。萝卜必须冷了，温度低了才好吃，要不然它就有辣气，还不脆。这新火萝卜，它就一个头在土里边扎着。这还来个紫萝卜、绿萝卜、红萝卜、疙瘩菜。年的下完雨怎么埋？今天先搁这儿了，明天咱们再埋萝卜，等天好的时候。今天再埋，再整。这苞米昨天刚雇人割了一天，今天这就下雨了，两天都不能干活。下完雨太冷了，直接扇上这塑料布，放个3天2天。这就没事了，那挺厉害的。压上点，说点木头板吗？搁这个木头板，压上点，别刮起来就行。这个挺大，拿屋尝尝一会儿，看看脆不脆，甜不甜。行了吗？这点菜都给它捂巴上了，这芹菜就这么冻着吧。还有韭菜，来年春天它照样发芽，不用管它。芹菜就不行了，是吗？芹菜就。我说来年春天就得重栽呗，不能。韭菜来年春天就不用栽了，这玩意儿不怕冻，来年接着长。这么一会儿功夫，这手都已经冻红了啊！我现在都已经犯愁这冬天咋过了，这漫长的冬天。看这脚，这水袜，穿水袜进去的全是泥。每年都是整完地起萝卜，今天这萝卜起的早。给萝卜。能吃吗？我妈说起的有点早，还是有点梗。跟你不辣行吗？有一点点辣味儿。那得起了。今天晚上有冻吗？天冷，我天高凉，我得嘎了。你嘎呗。今天8度啊，零下。啥时候嘎？一会儿啊。我一会儿嘎。你嘎吧。这两颗粗啊。这两颗是老妈留的种子，这两颗比较粗一点。老爸说的，怕今天晚上田杆冻，也给他割下来。谁家有小孩儿，然后又爱吃的，就给谁家点儿。以前小时候就把这田杆割完了，放地窖里能吃一冬天。那得下屋地里都搁下屋啊？带叶子啊？带叶子，那搁叶子养的，你不这不干巴了吗？看出来冷了。哎呀，这么的能进去吗？
下午就是仓库，下午啥都能放。孩子能磕几根，你们愿意给谁给谁，谁吃就给谁点。这根不要了。根不要吧，这籽儿还种在房顶上，到时候谁种谁找着。谁种给谁。过。这能种老多了。送送送，都在那呢。对，就是就。来年春天再接着种啊，这一年一年过得多快呀。